感觉你今天穿得好漂亮，还是换上衣服。小海哥，哎，咪咪，悠悠哥哥，哎，来上车吧。嗯，好。那个咪咪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就是我这边呢需要一组照片，然后拍点视频，这样，嗯，就可能你要当一下模特。啊，模特。没事的，很简单的，就是拍个照片，拍点视频嘛。我行吗？你行的啊，你没问题的。就是费用呢，一天的话给您600块钱，可以吧？啊，那么多啊？不多啊，不多了，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市场价。嗯，因为哥哥，我不要钱，我能帮到你我就很开心了，但是我怕我自己不行啊。你是不想帮我这个忙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因为哥不是的，就像我只是怕我自己不行，而且钱给的还那么多。不多啊，你没问题的，你要相信我的技术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那好吧。你把那个安全带拴好啊，我们就出发。走吧，小海。好。咪咪。啊。给，我给你选了两套彝族衣服，你去车里面换一下吧。你知道我穿多大的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这个不都是均码的吗？也是。对，而且确实害怕就是你穿着不合身嘛，我就试穿了一下。你试穿了一下呀？没有人笑你吧？没人笑我啊，在店里面没人，有人的话肯定要被笑死啊。好了，你别笑了，你去换吧。好。悠悠哥哥，我换好了。换好了。好看吗？不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好看。就是不好看，感觉很好看，一下子愣住了。你眼光还可以呀、啊。那肯定啊。走吧，那我们去前面拍照吧。好。咪咪，就等一下，就你就往我这边走，然后你看一下我后面那个山，好，就这样往前走就行了。那来吧，来走吧。看一下后面山。看一下你的右边。好，可以了。咪咪，就把这个帽子戴着吧。好。卡住了，但是很适合你啊。真的吗？怎能忘记你，我心爱的姑娘，你温柔的笑声依然萦绕在耳旁，让我为你歌唱，让搞错了，我为你歌唱，让我为你梳妆，你是我一夜忘不了的姑娘。咪咪，云雾哥哥，你怎么从上面下来的呀？我早上的时候去山上拍了照片。原来是这样子的。你等了很久了吧？没有啊，我也是刚到一会儿。这个风有点大，应该有点冷，然后感冒了，走吧，我们先上车吧。云雾哥哥，你给我找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呀？等会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不过确实有点累哦。没事，只要能赚钱就可以了。那行吧，你不怕苦不怕累就行。哎，涛哥，我来了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那个，我前两天不是跟你提过，我有个妹妹来你厂里面上班吗？
啊，我今天专门给你带过来了。明明叫涛哥。涛哥你好。你好，明明你好。之前呢，云虎也跟我提起过你，就是说我们这里是做茶叶的，就是会比较辛苦。反正挺辛苦的啊，就看你能不能吃苦了。没事，涛哥，我吃得了苦的。行，那没问题就行。那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们的生产车间，去看一看是个怎么样的运作流程。好，走吧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生产车间的一个尾雕机器。尾雕机器呢，就是我们收回来茶叶的时候，会把茶叶铺到这上面，然后进行尾雕。对，什么是尾雕啊？明明应该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尾雕呢，就是把那个茶叶收回来的时候，它不是压缩在一个袋子里面吗？它就会有很多的水分，然后水分太多呢，那个茶就会很苦，会很涩。然后我们就会把那个茶叶铺到这上面，进行水分的挥发，挥发到一定程度呢，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咪咪，你听懂了吗？懂了。那带你们去看一看下一个机器。好。明明，那个刚刚涛哥不是给你讲了工作流程吗？你觉得这份工作你能胜任吗？可以啊。那没问题的话，那就明天来上班。好。那我们这里呢，就是工作的下班时间不是很固定。但是体谅你家里要照顾弟弟，照顾妹妹，所以说可以让你早一点下班。谢谢涛哥。不客气。那个涛哥。太麻烦你了啊，因为这个天啊快黑了，我还要送他回去。可能我们就得走了。好。麻烦你了，真的麻烦你了。下次见。好。再见。好。走吧。哎，咪咪。哎，又不知道。还真的是你啊。小海哥。我们刚刚从那边那个公路那边看，就感觉有点像你，就跑过来看一下，结果还真的是你。哦。你今天不去上班吗？要去啊，我要把这个秧子种完，然后再去上班。这你们家秧子吗？这？不是的，这是我们二叔家的。那他们两个是？他们两个是我堂姐。就你二叔家的女儿是吧？对。那你这个秧子还要插多少啊？就只有一点了。这么大一片，你跟我说只有一点啊？就这一排了，今天先把这一排，然后明天再用这些。今天就把这一排拔了，然后拿去种。就完了。对啊。那还要弄很久吧？等会你迟到了，要不我帮你一起弄吧？不用了，因为。没事，我小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插过秧嘛，我体验一下。不用了，云虎哥哥，我怕把你衣服弄脏。不会的，没事啊，我去脱个鞋，马上就过来。不用了，云虎哥，真的。咪咪，我拿这个先过去种了。好。啊，这栽的还不错哦。没有吧，主要我也是农村长大的嘛，而且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，我小时候也是栽过秧子，就是我这个跟那个比有点差的有点远啊。这已经不错了。没有，就随便弄的。小哥，你下来体验一下吧。不怕，我腰疼。对，他最近腰不是很舒服，弯不下来腰。那个小海，你要不过去先坐着休息一会儿吧。
我们这边再忙马上就过来了。咪咪，啊，我这边摘完了。没有没有，不辛苦，还挺好玩的。走吧，往上走吧，你小心点哦。好。那个明明，我们去哪里洗脚啊？走吧，我们去那边阿姨家那里去洗。走吧。不用不用，你先洗吧，我想先上个厕所，那个厕所在哪里呀？厕所在那里。好，你先洗吧。哎，小海。那个咪咪呢？刚才都在这里的。这人呢？在那里。咪咪，咪咪。咪咪，你这去哪？我时间来不及了，我要去草场里面上班了。这我们不是有车吗？而且我们刚好有顺路，就直接给你送过去了。那太麻烦你们了。有什么好麻烦的？对了，你这个衣服都弄脏了，要不要回去先换个衣服？没事，我草场里面有工作服。那我们走吧，走吧。走吧。但是我衣服弄脏。这有什么？这，走，快点，没事啊，快点，走吧。麻烦你们了，我就先去上班了。好，拜拜。我只想做你的太阳，你的太阳，在你的心里呀，在你的心底呀，不管是多远的远方，不要害怕，我在身旁。